教主变小粉丝了。17日中午，黄晓明更新微博晒出在美国看 NBA 的照片，他写道，今天当小粉丝来看湖人队比赛，怀念 NBA 96黄金一代，科比就是那届球星的代表之一，也是我们青春的缩影，祝福24号传奇能够继续。照片中黄晓明身着休闲装，头戴棒球帽，分别在场内和场馆外留影，心情看上去非常的好。而此微博一发出，就有网友纷纷留言，是和 baby 在一起吗？微微去了吗？教主快回来， baby 被郑恺拐跑了。起码现在你叫我优酷群了，玩呀玩呀，真开心。2014 Mnet 亚洲音乐盛典，上优酷为偶像投票，拼人气抽门票。